汤吃了怎么呀？找氧片，找氧片，你氧吃一片。那你还吃着吧？什么？这？嗯嗯嗯。什么？嗯。呀，嗯。别管，这大，你看着我。然后妈先吃着。那都先不吃了，等会儿啊，一会儿那事儿回来了，坐着那你快吃啊。好。咱搁这吧。看看他们快。现在快，哎，咱说的开到家，都到忙我了，一会儿就说。你看，这大脸大傻子瓜。先吃着。结账的时候结账我。妈，先生，妈，先生。来吧，来吧，我看这花爷落地。二弟子。好弄了没？好家伙，都来大脸了。先着了。嗯。来吧，咱吃着。先吃着，先吃着吧。好，这都见到不看，这大还睡着了。人家还该走了，上床吃个辣汤吧。对，小李走了。吃个辣汤。你回来了不好呀。要回来了，等我吃啥的。给你吃饭之前，一会儿该上课了。来吧。还管放的，这哈密瓜。他那爬磨，他那回去咱拿大锅，有那不老的清理，也是得放上。你就把我倒那熟。再说。谁叫你哈密瓜？那叫他自己刮了吧，说这是个乌龟呀。请坐，是大少爷。我看了这，你看我瞅瞅，我也看过。然后走了，先吃了点什么，要不然。你娘吃上一点肚肚子。小姐，这儿叫嘴刮了。哎呀，抓不起来，你慢慢吃。没人啃都不好啃，啃不动。给妈，你吃呗，你吃呗。我吃了。你这是害我了。这早就不吃了。还啃西瓜，这玩意儿呢，你吃习惯了，这玩意儿呢。桌里不过就半截儿。骗不骗？骗啊！今天叫唱了一小口，这俩人他妈给我的憋笑了。回家，我日也在唱呢，你给我给你憋笑了。我唱了个刀，这刀是刚结上的时候，我惦记着嘞。咱谁结呀？他们办啥样的？咱一会儿来，他这刀可贱。嗯。对呀。是不是？这边一想，跑上跑下的椒烧开都都吃了，咱这生完对象一想烧回来了。明天不给你们演员生的。那给你按桌子不吃了。拿吃，上桌子你切开吧，好不好？中。马先，马先。你还我的天哪！给，找给你上。要可吃我腿酸了，你知道吗？俩人可见了，还懂了。上课之前不给他吃嘴头了吗？那走了就得病。我一会儿走了，让我吃嘴里的麻烦想吃了。吃呗，这不都找到位子了，吃吧。叫你吃饭，吃吧。看你穿的屁多厚，走。嗯，忘了吃了。吃吧，不吃了，你不吃了，你把工作了都交了。妈妈，儿子给吃瓜，擦蜜瓜，红山的汤，把它切点吧。切切，扫面吧。扫多少？两。好。倒杯。倒多少？倒多少？多少一点？你这老公一点，你一点。好吃了，得给你们吃啊！不要切，不要吃了，那就放好了。鞋子就拉过来一下了，嗯，你写好了吗？
了。今天来巧了，阿姨正好拍好料了。然后这就是左边的。这咋回事？看这个，这个声音，这就是有声音的，声音烂的。那这几个应该没有吧？二吧。放手榴弹了。噔。那我试试这个来，给我试一下。这个，就这站匀就行了，是吧？你要找鸡巴就得这样。看这底下放的，这都是锯末。上鸡巴的血。然后再把这绑上就可以了。然后再隔个七天、一星期、十天左右就可以吃了。看到这个吗？晶莹剔透，漂亮吗？做好，然后就是听说十天、一星期左右就能吃了，就是这样的效果。看这里面黄，蛋黄。看看我们的。我这得一个一个捞，你这一下子就把这一片给弄好了。这烧面的时候，然后热的话，喝两瓶冰镇的啤酒。吃个便当，差不多了吧？就这样吧。差不多了。我们多弄两个。要三百个就管了。我看哪个是三百的，哪个是二。我都卖一块的，跟你说一块。看，给你。对的。我这他那个三十那个工资挣不了那么多。没有多少，赚了三年。这一块啊。这行。刚过三年。得四年。得四年，得四年。明年就是上。我的天呀，啥年都毛毛的，这便宜知道吧？三块钱买那么多？七块。来，给你转。就喜欢吃这样的，都是沙的，我觉得都是。完了，够了，要够了，要就够了。哎，这两个咋卖的？这小的呢？十块钱吗？十块一个？十块钱一个。一个，我看你挤到一块儿了。你这早上一早来的吗？你是早上一早就过来卖这个吗？哦，吃过早饭来的。点个不来？你是自己点的？你个番茄吃？不吃。你个番茄吃？等一下渴了就吃了。你拿到家照常喝。没事。我喝几个，你拿着吃嘛。不吃。哎，那个人给你抽红烟。我不能吃，你吃吧，吃吧，不能，没事，你吃吧，我跟你讲，你拿着吃，哎呀，烫手，你拿着吧，没事，你吃，你看你妈那多吃点荤也好，对啊，你看我的手都扎破了，姐，扎成筋斑了，奶奶太辛苦了，手都扎破了，奶奶看呀，干嘛？
都长了个刺，没有刺吧里边？没有。今年多少岁数了？才才一岁就九岁了，我今年八十九岁了，奶奶都八十九岁了。我这一个月没有了。哦，就你自己了？有儿吧？没有儿。我奶一说，我都把他掉脸。我一提妈妈。哎，你在哪儿住呀？啊，我就在那边。也是在农村。嗯，没有错。我不知道豆豆。要两个，俺俩两个，两个，要两个，人一个。里边还没有块红。哎呀，没事，你拿着你。不容易呢，你不容易，拿着吧。要没找我就再捡呗。没事，到下次我还过来，。正好盛菜，不要了，正好装菜，留着，你不留我也不留。咱家那我可看不清。没事，我认得你奶奶，没事。啊，要得，谢。不用，先生。他说的是他外甥找过来，我都是他外甥，对还是用一个人照顾好一点。你看他这么大岁数了，家里要没啥人，也对。我的红鱼也没吃完，也不想吃，这奶说的心里都难受死了。